Chào, yo soy no Wang Junkai.想尝试的角色都是下一个角色。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角色的话，就是一定要有能够让我幸福的理由，才会去这样去做。对，比如说穿女装这样的事情。我觉得每次都会有不一样嘛，因为 三次其实表演的类型也不一样，其实第一次是儿童节目嘛，比较的一些有志气的一点，然后第二次呢是开场比较喜庆，这一次呢就是向未来的一个展望，今年其实主要就是觉得跟大家拜个年这样的一种感觉，还是比自己喜欢的东西才会去尝试。 小白鞋吧，他们的小白鞋是元素特别多，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元素，充满活力，夹克还有外套，我觉得都是又可以很保暖，然后又可以不失风度的一种选择。边睡觉边打游戏，小棉卫衣，有刘海的造型，都不想演了。